stars must be your eye tonight. I believe this has to have a meaning. Lightning had to strike tonight. 继续的抓，谢谢安徒生。我今天露肩膀头子了，看见了吗？我露肩膀头子了。没有，因为今天消息太多了，我还没有开始回呢，我打算等着夜深人静的时候，谢谢张子涵。等着夜深人静的时候，然后我再慢慢回。我的照片今天还没有 P 完呢，今晚嘴会歪吗？肯定会歪的。谢谢大家。今天嗓子会有点哑，但是我不能喝水，因为我明天，要出门，我明天要见人去。肩膀头子怎么没痘？肩膀头子为什么会有痘痘？给你们看一个肩膀头子，那边不给大家看。啊，蛋糕我还没吃呢，蛋糕吃了两口，不吃了，嗯，等明天吃吧。明天上午正好没法，没来不及吃饭的话，我就吃蛋糕吧。嗓子咋哑不知道。谁送的保时捷没有看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么好看的肩膀不拔火罐，你做个人吧。我的肩膀头子拔火罐，怎么我肩膀头子上火？今天要淑女，今天一定要淑女，今天不能总是怼人，今天不能总是怼。哦，这个是什么？这个小皇冠是什么？老了一岁。是的是的。嘴好了吗？嗯，快好了，比昨天，比前天好了。微博私信我还没有开始回呢，还没有开始回，因为今天消息有点多，所以没来得及回。晚上我要 P 图，然后 P 图发一下动态，然后慢慢的回你们。发际线低一点，要你管。发际线就掀到天灵盖也不用你管。感觉你有点谢顶，你不谢顶，你那个头发直接从眉毛那儿开始长的。谢谢陨石送的礼花筒，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希望大家也能开开心心哦。奔三十，我早就开始奔三十了，我还用今天奔三十。转眼就63了，我63还有40年呢。法令纹好明显，你一辈子都不长法令，你有本事一辈子都不长法令纹，嗯，你一辈子你那个鼻子边边你都不长皱纹哈，你那小虫子在你脸上打呲溜滑哈，一辈子都不长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口红今天是叠加的，今天是叠涂的，今天是粉晶、圣罗兰粉晶204和202叠涂的。谢谢小明同学。肩膀头子看见了吧？今天露肩膀头子啦。腿呢？没有长，没有长腿。谢谢所谓送的 Happy Birthday， 谢谢，谢谢所谓。今天嘴裂开了吗？今天再好呢？今天没有那天严重，看见了吗？没有那天严重。假牙能挂个连接吗？没有戴假牙。你见我这么参差不齐的假牙吗？我图什么呢？感觉你跟视频里长得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啊？今天生日不怼我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会惧怕吗？我当然不会惧怕了。肖，我过两天会唱的，我过两天应该周五就发了，应该。我1.63米，今天这么文静，当然了，
今天当然要稳定了，今天不能暴躁了。只长了一只耳朵。哦，哎呀，完了！我说要给那个大家发福袋的，等一下啊，等一下，我操作一下，可能会卡。我看一下怎么弄啊，不要着急，我看看。谢谢这个一个宝盖儿，一个，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在哪里送福袋？在哪里送福袋啊？怎么办？在哪里送福袋？哎呦，不好意思哦，在哪里送福袋啊？找到了。这个怎么没有随机的？我是弄粉丝团的还是弄大家都可以抽的呀？我先弄个粉丝团的行吗？先弄个粉丝团的好吗？先整个粉丝团的。我可能要现充钱，所以大家可能会卡，好吗？发生大家都可以参加的了，那先大家都可以参加。呀，我发错了。呀，完了，发错了。瞅呀，发错了，一会儿再发一个吧，十点再发一个吧。吃蛋糕，我们吃了两口，今天吃了两口。谢谢大家跟我说的生日快乐，谢谢。谁家大饼放镜头前了？我自己做的大饼，我这个脸是我自己摊的，自己摊成这样的。就为了放在面前馋你的，是不是馋饼了？是不是？你怎么会长痘痘？我的额头正中间长了一颗巨大的痘，你们看见了吗？在这里，又大又疼。早生贵子，我捶你啊！我这次才23岁，我早生贵子，离谱啊离谱！不要这么离谱。项链同款耶、yeah! 巧了，我玩和平精英，可以积极参加哦，可以积极参加。
你是来气雨萌姐的，我谢谢你啊，你这个名字都没有给我打对，你可是认识气着我，真是气我哈。熊二是什么东西啊？我是小仙女，今天必须得叫我小仙女了。平常你们怎么说我都行，今天我怎么好歹得做一回小仙女吧。过生日，中午有过了，中午有出去吃饭，中午有出去吃饭。哎呀，都是大人了，其实生日还好了。不过这次生日也有很开心的地方，也有很开心的地方。什么行了吧？大家发了那个什么好像就可以了。这么快呀？这么快就要抽了啊？左上角有福袋，大家可以参与了。你才是小学生，反弹！谢谢月亮。豆的同款，大脑门上的同款豆吗？抽完。哦，这个不是那个什么的。抽完啦。许大家，一会儿十点的时候再给大家发一个啊，十点再给大家发一个。是隐形假装队的队的，今年多少大寿？今年是23大寿。谢谢折椅的天使，谢谢折椅的天使，咱这个好像是稍微有点口音啊，折椅的天使，谢谢折椅的天使。你中啦，肉肉中啦，有中的吗？没中没关系，一会儿十点我再发一个啊。拿到猫砂了吗？没有拿到猫砂呢，还没拿到呢。因为我那个朋友他今这样家里今这样这两天有点事儿，所以他可能会礼物可能会延迟。哦，对了，要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就是你们有一个，就是我的粉丝有一个正式的名字。然后经过我的深思熟虑，你们对外称哈，对外咱得找个那个稍微体面一点的名字，对外的名字叫呆萌，还可以恭喜升级豪华派对是什么东西啊？叫呆萌，这样呢，翻译成英文还可以翻译成钻石，以后你们就是官方名字就叫呆萌们，好吗？然后。私下底你们想那个叫什么呆瓜，想叫那个小笔杆什么东西的都可以哈，想叫那个小笔杆呆瓜什么巨头什么都可以哈。咱们得起个就是拿得上台面的东西吧，对吧？是吧？可以吧？以后就叫呆萌了哈，不能叫瓜家军哈，不能叫瓜家军，求你们了。瓜家军，我是拒绝这个名字的，瓜家军太土了，朋友们，什么叫瓜家军啊？一群大西瓜，拒绝这个名字啊！我别在这跟我说瓜家军，你们私下底想叫什么就叫什么，呆家军是什么东西？你说我给他堂堂一个怎么堂堂一个仙女，我出去我说我的粉丝们叫呆家军。这是一个比较官方的称呼，是呆萌哈。这不是你能拒绝的，看我啧丝你害怕吗？一般有人看我就害怕，我家猫看着我就害怕，你们也得害怕。瓜家军比呆萌好听，好听什么？听着更呆一些，瓜家军不错。你头发怎么这么少？我头发才不少呢，我头发这边还有呢，我后面还放了一些呢，我只是有点那个发际线比较高而已。俺去那个理发店染头发，那个理发师染头发，不要刷屏哦，谢谢你给我刷的小心心，但是不要刷屏哦。俺去理发店的时候，人家那个理发师给我染头发都得给我那个什么，缴获了好几别人的好几倍。缴获那个膏，
都搅和一大碗，搅的都很累。你们看见我新发的视频了吗？新发的视频我发出来了吗？你好像胖了，我这两天是有点胖了，我得减肥了。因为昨天我自己吃的披萨，然后今天出去吃的西餐，然后还有蛋糕，明天开始我就要减肥了，明天我就要开始减肥了。谢谢少轻松的热气球，明天我要开始减肥了，我要开始减肥了，我要开始吃菜叶子了。你看我这丝不害怕，你怎么能不害怕呢？这个直播间里还有人不害怕我？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谢谢仍然，就是越演越肥，咱怎么就不能打字儿，就不先打字儿，就自己发那个语音呢？仙女本来就不肥，不是为了这个脸更小一点儿，这两天脸开始横向发展了。你别在这呱家军，你还看你的新名字好看吗？你给我赶紧送你一张改名卡，你赶紧给我名字改了。别在这呱家军。为什么直播间人这么少？你觉得该多少人呀？你怎么穿这么少？我有暴露癖。谢谢呆萌哦，谢谢呆萌，谢谢空格大哥送的 Happy Birthday。你是瞎子？请问主播发际线高吗？主播发际线不高，主播发际线是和眉毛那个贴合的，和眉毛重合的。从眉毛开始就开始长头发了，对，头上的生日会没了，那个好像是只有送东西才有，好像。能把眼睛睁开直播吗？不然我现在在干嘛？不然我现在是在这眨巴眨巴，是在这喘气儿吗？头发好少，我只是发际线有点高而已，就离谱。谢谢礼拜天送的喵喵，谢谢糊涂，谢谢糊涂呆萌们送的礼物，呆萌们送的礼物。今天的不开心就止于此吧，明天依旧光芒万丈啊。呆萌们，我是绝对不会说叫你们宝贝的啊，绝对不会的，我是绝对不会跟你们腻歪的，我是绝对不会。但是女孩除外，女孩给我发私信，我可以叫他们宝贝。男孩奶粉不配啊，奶粉不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祝我生日快乐。你是不是只会画这一个眼妆？不是啊。哦。哦，是什么意思啊？你是女孩，就有纷纷一群大老爷们开始说自己是女孩了，是吧？是吧？哎，我刚才没有看到我的那个视频发出去了吗？你没有看到我的新视频吗？哦，你们应该看到了，我在好像群里有发新视频的消息了。我不吃槟榔，性别歧视，没有性别歧视，没有性别歧视。怕你们男粉太上头，你们要好好好好专注你们自己的生活，知道吗？我是女的，我今天都练露肩膀头子了。男孩子有这么这样的肩膀头子吗？男孩子哪有这样的肩膀头子啊？男孩子你肩膀头子不是都是这样的吗？都是弧形的。男人只有小仙女才有这样的肩膀头子，嘴好大，要你管。男孩不可能有这样的肩膀头子，我不信。那你们就太瘦了，你们赶紧多吃点。这是小仙女的肩膀头子。脑袋好大，我谢谢你啊，谢谢你夸我脑袋大。我这头里装的都是智慧，你不要没有数啊。我直播是2467晚上9点。台风不知道呀，台风好像没有来这边，没有那个什么预警，大家要注意看手机短信，有一些预警啊，要注意观察啊。
然后平时自己在家的时候也多备一些水呀、什么食物呀，就是特别是最近是天气都一直都不好，大家要注意安全啊。每次开播都不唱歌吗？当然不是了，你没看见不代表我没做啊。谢谢清风。近视吗？我的现在戴的近视眼镜，我散光有点严重。让台风把我刮走？为什么让台风把我刮走？我做错了什么？难道我太仙女了，就要被让台风把我刮走吗？嗯，这公平吗？这不公平。好可爱的男孩子，我谢谢你啊。今天不挑粪，今天穿着小裙裙怎么能挑粪呢？我87斤，哥哥你长得好秀气，我谢谢你啊。我是个型男，我是个仙女，台风可不敢收我，他为什么不敢收我？他嫌弃我咋的？他嫌弃我。台风都嫌弃我，台风刮不动呆瓜，台风还刮不动我，你这刮不动我最好了。坐如钟。兄台贵姓？我姓王。我是女的，不要叫我男神。散光是老花吗？散光不是老花，散光是天生的，大多数都是天生的。仙女会飞，我是属于走地那个族群的仙女，我不会飞。晚上好，谢谢大家，祝我生日快乐。能模仿高质量女性吗？我就是高质量女性，我用模仿吗？我根本就不用模仿。指甲子好美，指甲子就是普通弄了一个咖色的透色。你才是走地鸡，我是走地仙女。通州那儿下大不大？我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下雨啊。今天天倒是有点阴倒是。今天不能吃蛋糕了，明天我要见人，我要减肥了。明天吃吧，明天把蛋糕当饭吃。明天开始我要吃菜叶子了。头发是劈开的吗？头发是叫雷劈开的。看你那透红的嘴唇纸，我谢谢你啊。透红的嘴唇纸是抹了油漆。你一点不油腻，怎么能够把我们油腻挂边呢？口红是圣罗兰粉晶204叠加202，就是两个顺序我也忘了。谢谢少卿送的 Happy Birthday， 我忘了是哪个顺序了。然后这个唇釉好像停产了，大家注意买的时候不要买到假的，我就买到假的了，但是我就是用那个色儿，它应该色做的是对的，我也懒得去找它了。我买了四支，有一支看起来就是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剩下几支就是我也分不太清楚，就是反正也不太真，好像就是这一支，这个202好像是个假的，看它这个 YSL 上面的这个标都掉漆了都，然后它这个盖子上中间也没有缝缝，反正就是，看你们的心情，看各位小美女的心情啊。谢谢大家说的生日快乐。怎么有回声？有回声吗？上嘴唇和下嘴唇颜色不一样，上下嘴唇涂成一模一样的颜色，会显得很嘚。为什么中间没头发？中间的头发叫我挖去了。谢谢大家。坨儿，你的头发呢？我怎么又成坨儿了？你坨儿这形容的坨儿，好像形容的我就是一滩什么什么东西一样。男的能用吗？当然可以了，这两个颜色不是那种特别红的颜色，你当然可以用了。眼珠子是打硅胶了吧？眼珠子为什么要打硅胶啊？知道硅胶是什么吗？嘴角咋裂的？我最后再说一遍啊，嘴角是因为我吃饭的时候用了一个超大的勺子，然后塞了很多饭，然后我想把它一口吃掉，然后嘴张太大，被那个勺子给刮裂了。
行吗？我不想再解释了，今天再就解释这一遍，行吗？再不解释了啊！大家说我生日，祝我生日快乐，谢谢。准备自己出歌吗？我有很多自己的单曲，不过不是自己写的，我不会写歌。谢谢，谁送的？谢谢仙女生日快乐送的 Happy Birthday。不用替为我改名字的啊，你可以改自己的名字，这样我能记住你。有一些人我已经眼熟了，我已经很眼熟了。怎么打红石膏了？我就不能抹红油漆吗？非得打石膏？石膏呢？那不是糊在嘴上的，动也不能动吗？窗帘后边真的有人？嗯，行。他在这我这儿待一会儿，一会儿就跑你家去了啊。记得打开门欢迎他啊！不用打开门，他可以穿墙，他也跑到你的窗帘后面，小心点啊！主播已经大学毕业了，头型是地中海吗？谁还故意去理个地中海的发型吗？嗯，缺心眼吗？那不是缺脑眼，是这意思吗？嗯，那不就是头皮是因为头皮那顶上没有头发，是因为打光打的那个光显得没有头发。好吗？谢谢肖启送的生日派对，谢谢。你知道我叫啥吗？我不知道你叫啥。你这不缺心眼吗？你不是难为人吗？你不是不是起这一大群什么群魔乱舞什么乱什么什么凑在一起的字儿，远看跟个小方块一样。谢谢空格大哥，谢谢出来樱花。嘴怎么裂了？嘴他自己就是上下嘴唇他关系不好，自己就分家了。马上这个嘴角就裂到后脑勺子去了，马上就裂到后脑勺子去了。我是济南大学毕业的，你怎么有点像女的？因为我就是女的，我1.63米，我没有1.55米，我不是1.55米，不是我没有1.55米，我不是1.55米，我近视眼部散光比较严重，我有高度散光，我一个200多度散光，一个400多度散光。主播为什么不露脸？因为主播长得丑。东非大裂谷毕业什么意思？东非大裂谷那嘎达还有什么大学上呢？大家都在那里上学，毕业了以后脑门子中间就豁开，是这意思吗？我今天要淑女。窗帘动了是因为我有瘦脸，我开了瘦脸。谢谢大家祝我生日快乐，谢谢。近视1000度，对的对的，相当于瞎子，懂吗？就是可以约等于瞎子。谢谢空格大哥，谢谢空格大哥。为啥主播鼻子有俩孔？就特意就是闲的没事戳的，闲的没事戳的。咱要是一张不小心就是戳的有两孔，咱记得拿那个玉米面子或者是弄什么面团子给它塞住哈，让它塞住，不该有孔的，不该有孔的。不戴眼镜，因为我那个散光度是有点高，如果重新配的话会比较麻烦。谢谢 Summer 送的热气球。你也考到济南了，可是我都已经毕业一年了。万物皆可有的。谢谢少卿送的 Happy Birthday， 谢谢少卿。把嘴缝住，我就不把嘴缝住，那不疼吗？你怎么不把你嘴缝住？谢谢小易，谢谢莫归期，你先把你的嘴缝住给我看看来。肱二头肌今天没法给你们展现肱二头肌了，肱二头肌被挡起来了。戴眼镜好看吗？我戴眼镜，素颜的时候戴眼镜像学生，化妆了戴眼镜像老师。我以前发过戴眼镜的照片，可能有新人会保存，但是现在只是就是流传于市面上，我已经把它删掉了。有一些人相册里有啊。你再凶凶怎么了？凶怎么了？你拿我能怎么样？你能拿我怎么样？
我不是小学生，我是社会人。我没有三十，我23岁，怎么头发没那种感觉？我今天卷的头发，今天中午出去吃饭的时候卷的头发。再发一遍，我才不再发一遍，都已经删掉了照片，我干嘛要再发一遍？就真的是个女的，是的，是的，别怀疑，我就是个女的。你头是地球仪吗？不是头，头不是地球仪啊！你叫我长长头发、黑头发的地球仪，那不害怕吗？这真是个女的，真是个女的，别怀疑了，大哥。23岁，咱那个怎么耳朵还能偷梁换柱咋地？嗯，自动偷梁换柱。23能听个32，啥意思啊？耳朵在到那个听觉在到达你脑袋之前自己排列组合啦。淑女，淑女，淑女，我不生气，我不生气，生气便宜谁？我不生气。为什么要寄刀片啊？不要开这种玩笑。介绍轻松的生命之树，因为我粉丝的那个粉丝福利，有的时候会给你们寄礼物嘛，所以我有的时候其实真的会，现在收快递的时候我已经改成化名了。之前收快递的时候，我真的有的时候会担心，就是怕突然跳出来个什么东西，所以大家不要开这种玩笑啊。虽然之前也是给粉丝寄的礼物，但是我就怕这个东西就不知道怎么，大家好像就有的那种什么都知道了之类的。23岁，嗯，你不会生气？我会，我在这生气啊，我就这不害怕吗？不害怕吗？项链在车车呀，项链在车车里呀。眼影画歪了，眼影怎么能画歪呢？眼影那不是你想涂哪就涂哪，还能画歪？我没有退休金，我才23岁有退休金。快生气，我这不在生气，什么意思？想看我生气，做个人吧。我不用相亲啊，我为什么要去相亲啊？生气吃人吗？生气不吃人。生气怎么？你就吃人的不累吗？23岁，23周岁，俺们都是社会人，都是算周岁的。我是23周岁呀，是吧？是23周岁呀。你不要就在这混淆，我本来就算不明白。你在这里24，男的可以买这个项链吗？你可以买了以后送给你喜欢的女生。你要自己想戴的话，那你就戴吧。嗯。你什么时候结婚？再过2年吧。着什么急啊？什么意思？现在怎么都开始担心我的婚姻大事了？都23属猪的，我是属老虎的。我已经毕业了，我大学学的化学工程，化学工程。嘴角裂开了，上下处的不和谐，他俩就分家了。有腿毛吗？当然有腿毛啦。有没有腿毛你还问？生气使人变老，别生气，我这是假装生气，我生气，我装的，假装生气，不用担心啊。谢谢98年的我玩不过送的气球，头上有个东非大裂谷，我真厉害，我脑瓜子顶上能弄个东非大裂谷，世界景象，世界名观，直接在我脑袋的顶上。人家以后不用去那个看什么东非大裂谷了，来过来看我脑瓜顶子就行了。有的话拔了吧。俺们女孩，谢谢 VVKK 送的打 call。俺们女孩。有一种东西叫脱毛膏，不用拔也不用刮，用脱毛膏就可以了。感觉有点阴森，就是为了吓你的，让你害怕的。主播快露脸吧，我考虑考虑啊，考虑考虑。能素闲没事让主播上来素颜，你说图安的什么好心啊你？安的什么好心你？
喜欢吃螺蛳粉，不喜欢吃螺蛳粉。主播是女大，女大。化学工程是不是不好就业？不是不好就业呀，嗯，你可以去工厂。我们当时反正毕业就会有很多，制药行业你可以去，然后那种化学产品、化学产品的那种公司啊，生产你都可以去，不是不好就业。谢谢谢谢谁送的头盖帘儿？你长得有点像程咬金，我谢谢你啊、哦，涂大红嘴唇的程咬金，画眼线的程咬金。嗯，离谱不你？你就说离谱，你问问程咬金，他这么你这么说，说我跟他长得像，你问他开心不？你问他开心不？风景园林是干啥？你问我一个学化工的，问我风景园林是干啥？你这这瞅瞅你，会不会唠嗑？对呀，程咬金都生气了。我没有低保，你不是，我才23岁，我怎么有低保呢？眼珠子，眼珠子是我自己整的，你是小玉丸，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下，找不到的话你可以私信我。眼珠子是我自己整的，是我当初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嗯，我发现我经常这么换眼珠子，那不如我自己搞啊，所以我就自己搞了。谢谢艾维克送的烟花。什么正向程咬金什么皮肤，我不玩那个游戏啊，我不懂你们在说什么，什么蓝 buff 什么红 buff 听不懂听不懂，什么对抗路听不懂听不懂，没有玩那个游戏。但是我打算要不某些时刻我去进修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有些东西他听不懂真的很难受，你知道吧，真的很难受。就有的时候比如说人家谢谢转身，谢谢转身已是遗憾送的唱给你听，因为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在听别人聊天，或者是就是你刷到视频的时候，就他们在这说什么什么就是哎哦，对，我那天还想跟你们讲，我看过那个英雄联盟比赛的那个解说，然后我发现那些解说他每次到那种非常激动的时候，他的说话就开始机关枪影，好现在不能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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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开始这个嘴非常快，我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反正他就非常的快，我就打算这样学习一下，学习一下，练习我一下嘴皮子的能力。23周岁啊，不是吗？怎么又24了？肯定是23周岁呀、啊。24虚岁是吧？是24虚岁吧？啊，你就说我过完23周岁的生日，然后我就跨入了24岁，是吧？是这意思吧？但是今年是2021年，我还可以23，我还可以23几个月呢。等过年我再24，行吗？等过年我再24吧。我等过年再24。怎么直播头发比较多？你看前面的好多在那说我头发少的呢。你自个年龄都算不明白，这是，哎呀，谁闲没事老算明白？那算越长大越懒得算，越长大越懒得算。仔细想想，我已经和18岁的人差了5岁了，已经，多可怕！我18岁已经是我5年前的事情了，浪子回头都是3年前的事情了，可怕不？太可怕了，真可怕。为什么你有头发？一般咱这个正常人就是，正常的健康的，一般都是有头发的哈，一般都是有头发的。你没有吗？嗯，谢谢98年的什么东西送的生命之树。你到底几眼皮？我千层眼皮。我是，你家狗丢了怎么办？看发那个寻狗启事什么之类的。那下次狗就不要散养了，如果找回来就不要散养了，就记得拴绳子。今天我出去拍照的时候，我还遇到了一个老太太，她就领了两只小狗，她也不拴绳，然后那个小狗就跑过来解我鞋带，上来就把我鞋带给解开了，就离谱，蹲在我的脚边把我鞋带解开了，
是个小黑狗。眼睛上面是什么东西？眼睛上面是眉毛。有个天眼，是有天眼。唱首歌吧，今天嗓子有点哑，其实不是特别想唱。你们可以点看歌名。谢谢大家说祝祝说的生日快乐。可能他也想穿，我穿的高跟鞋，他想穿高跟鞋。口红是圣洛兰的粉晶204叠加202。走了，拜拜，谢谢你，谢谢你送我的礼物。拜拜拜拜。你竟然穿鞋，怎么地？我平时都光着脚丫子在地下走呗，那不扎脚吗？咱又不是个原始人，咱好歹也是个社会人，对不对？穿鞋还是知道的啊。对啊，今天是我生日啊，今天要不是我生日，为什么大家都在祝我生日快乐啊？你个小呆瓜。放空，今天嗓子有点哑，可能唱的不好听。不好意思。放松在妈妈深空被窝里做一个梦，外面的噪音太多，说什么都忘了。 No， 我想要翻过山峰，在乌托邦里穿梭，没有人能打扰我，早已做我的王国。怎么打嗝是孕吐？打嗝怎么能是孕吐呢？什么这这这？放空的 rap 我没有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鱼有点慢，大鱼可能会把直播间的一半人都唱走，太慢了，太慢了。怎么卡弹啊？那是打了个嗝。怎么卡弹呢？俺这唱之前没听见我的，都已经清好了吗？Upside down 没有什么可唱的，现场唱非常尴尬。现场唱很尴尬，之前我唱过一次，很尴尬。因为那个歌那个调调不是很多嘛，咱唱上有调调的歌，没有调调的歌在这就感觉就是没有，就很尴尬，知道吗？就有些油腻，油腻中就是油腥中带着尴尬，懂我那意思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肖我还没有学呢，等我学一学啊。想要翻过山峰，在乌托邦里穿梭，没有人能打扰我，早已做我的王国。起风了，唱起风了吗？起风了，之前没有来，起风太高了，起风了好高。22秒我听了，22秒听了，感觉不太适合我，还是分开可以的，唱还是分开吧，还是分开也很高。给大家带来一段精彩绝伦的 B-box， 这是我的拿手绝活。1.63米我也很高啊，1.63米不高的，1.63米就是正常身高。追了出去，不想在这傻傻等待，最后只留你一人在我面前用力的关。因为我在这坐着，然后这个肚子窝着，它可能就会容易打嗝。阳光偏向阳台，你有的嘴手指着栏杆，眼帘风也吹不散。
就像我的思绪越思考越混乱，你就在太阳底下晒，我在风里傻傻的站，你不出声仿佛就当我不存在，我的故事里只有你，没有任何旁白，可是最后的情绪竟是无奈，竟是空白。我和你猜了又猜，想过再想，决定分开，为什么我们的结局还是没有例外，你说我没有伤悲的眼白，为什么曾经不说却拖到了现在，我和你吵了又吵，闹过再闹还是分开，为什么我在你眼里是如此的不堪，坠落出去不现在家傻傻等待，最后只看见车门在我面前用力的关。我肚子上肥肉很少的，我才87斤，我怎么可能会有肥肉呢？只是可能就是如果穿很紧的裙子的话，可能会勒出一点小肉肉，但是什么没有那么多肥肉的。别驼背，这驼背好舒服，这么支棱着好累呀、啊。还是劈开，不要唱了，骂你，这做个人吧，这怎么是奇奇怪怪？粉红色的回忆不会演。临冬将至还没有学，谢谢北地小熊送的喵喵。脖子上有红色的脓包，那是我的痣。你这挺厉害，能看成红色的脓包，脸上的肉不少。如果你真是个大聪明，嗯，就你看出来了。就你看出来了，口红是粉晶圣罗兰粉晶204叠加的202，是我是叠着涂的啊。你又回来了，你好。嗯，红色高跟鞋，红色高跟鞋。红色高跟鞋，还是劈开刚才不是唱了吗？rap 你要是听哪个 rap， 昨天也是这个色号，昨天不是，昨天不是这个色号，嗯，好像不是，昨天不是，哎，前天不是这个色号。主播为什么不露脸？因为主播长得丑。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像我在被子里的舒服，却又像风中摸不住，像上岸上散发的香水味，像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参加奥运会吧，我去干嘛？我去给人家拖地清理现场。我去参加奥运会。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像我在被子里的舒服，却又像风中摸不住，像手腕上散发的香水味，像爱不释手的。哦，红色高跟鞋，哦，什么假唱嘛？就你会发微笑，就你会发微笑。嗯，你长了就是个微笑脸，你个呆瓜脸，你这种闲的没事你就想抬杠的那种，赶紧去工地哈，你别在这我直播间里在这抬杠，我有毛病，有毛病，招你惹你了。我唱的这么真实，你就说我假唱，反正高雅先生 A B and C D， 高雅先生我录的特别快，你们知道吗？我录了
不到半个小时我就录完了。A B N C D E F G， 送你张我的 EP， 说好 Don't love me， 那挡不住人格魅力，挡不住人格魅力你。嗯耶。就是不能毒奶自己，一毒奶自己就老是翻车。后面是什么词儿啊？嗯，老是毒你就不能毒奶自己的是，不听夸呀，不听夸呀，小脑袋瓜还不听夸呀，嗯，真不听夸，真服了。这个半小时打脸太快了，打脸也太快了吧，真服了。对了对了对了，扩张粉丝团，粉丝团还能扩张吗？粉丝团放不下吗？不开心就爱看逗逼，你以为我，你以为你看我看你这句话我开心吗？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啊？看逗逼？今天加班吗？今天不加班，今天不加班吧？一会儿还得 P 那个什么呢？一会儿还得那个 P 图片呢， P 照片呢。今天拍了两组照片。红日升在东方，七大道南下光，我和金星生于你怀，成一脉血。我还好卡台了，卡台了，你记忆消失术啊，都懂的啊。风雨生在东方，七大道满霞光，我和金星生于你怀，成一脉血流淌，南通当福共享，听你起了脊梁，五过万江依然爱，千年不灭的信仰。为什么呀？为什么不能一遍就唱成这样呢？我今天万江只唱了一遍哈，只唱了一遍，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今天只唱了一遍，今天只唱了一遍，哦，一遍一遍过，非常的完美，非常完美。你看，十点了，给大家发福袋吧，给大家发福袋吧，不提前休息，我十点半下播，我给大家发福袋啊，我要充钱了哈，我要充钱了。充钱了可能会卡哈，可能会卡，发福袋了，等一下啊，我不看弹幕了啊，等一下啊，发福袋写个什么呢？发福袋写个什么呢？发福袋写个什么呢？哎，我想好了，还是全民的吧。还是全民的吧，这次人多一点。看看啊，为什么不能用啊？
好了。这次这个口令就是，很实事求是啊，很实事求是。这支人比较多，可以抽的人比较多。非常的实事求是。嘿嘿，谢谢大家夸我仙女啊！谢谢大家夸我仙女，谢谢大家夸我仙女。哎，不要这样嘛，不要这样，谢谢大家，不要这样，哎，可以了，不用这样啊！哎，怎么都在夸我呀？终于承认我是仙女啦！怎么都在夸我呀？什么叫强行仙女啊？明明是你们自己想夸我的，你会仙吗？我是走路的那号仙女。不要红包，那你就不要吧。该配合你演出的我，什么演出啊？仙女不都是飞的吗？没有，有飞的仙女，有走的那种仙女。我是走路的仙女。你咋不飞呀？不是所有的仙女都要飞的。我是走路的那号仙女。有啥新歌吗？下个月应该会发一首新歌。你才是走地鸡，我是走地仙女。宁死不屈，那你就宁死不屈吧。我告诉你，你以后你要是谈女朋友了，我跟你说，你就是一个惹你女朋友生气的花。怎么这么快啊？三分钟这么快吗？是不是很多人应该都中了啊？今天这个抽的多，很多人应该都中了。胖子飞不起来，怎么可能呢？我是没有长那个技能，但是我会魔法，我可以让空间扭曲。可能看见我的窗帘动了吧，但是因为我的魔法太强大了，让空间扭曲。那也没有，没抢到，没中啊。没关系，就是也反正钱也不多，每个人分到的钱也不多，就是开心，乐呵。主要是让我开心哦吼，主要是可以让你们夸我是仙女，这买卖不亏呀，那不是因为瘦脸，是因为我的那个魔法太强大了。走路的仙女没有脚气，我不怎么穿运动鞋的，所以没有脚气。我平时穿出去出门的话，一般拖鞋和高跟鞋穿的多。地包天，你管我这叫地包天？哎，俺那个牙齿戴牙套人，俺都是身复合，你那是地包天。空口见地包天，不要辩解，谁辩解了？想看我吃蛋糕，你想想吧，吃蛋糕会粘到我买牙套都那什么的。重在参与，昧着良心说话还没抢到。那你们是亏了是吧？就是啊，这个活动就是让我开心的呀。我第一次的时候就是太嘚了，我第一次就该起个就是让我开心的话，对吧？第一次嘚了，这波亏了。
两天是不是起痘了？脑门顶上，脑门正中间这起了一个。然后再没起了。感觉你好傻，你做个人吧，你为什么要感觉我好傻？烦人，小窝瓜，你个臭蛋，你还叫我小窝瓜？哦，你臭蛋，你好意思说我小窝瓜？你蛋都臭了，你这叫我小窝瓜？那是头皮，什么头皮？仙女都是光脚，仙女不光脚，仙女穿拖鞋和穿高跟鞋的。仙女体验卡3分钟，那我好，没关系，有3分钟体验卡也行。以后我知道了，就福袋就是我的仙女体验卡。大番薯，我就不能是个人吗？我非得就是个什么倭瓜、什么地瓜、什么土豆的。仙女都是抠脚的，俺不是抠脚仙女，俺不是抠脚仙女，可能也有抠脚的仙女，但是俺不是抠脚仙女。俺是流口水仙女，俺睡觉流口水。刚才下午的时候睡了一觉，还流口水了嘞，流口水，然后紧急补了个妆。小嘚瓜，你才小嘚瓜。你是大松鼠吗？我就不能是个人吗？我不能是个大人吗？你非得是个大松鼠，真烦人。你衣服呢？衣服不在这儿吗？他就是稍，衣服就是稍微的有点累了，他有点往下，衣服累了。谢谢。谁送的没看见？你的名字是 Shelby 吗？哦 ，Peaky Blinders。今天还有人想让我读这个，我读出来不可笑吗？读出来这有点可笑。仙女如果可以变成各种蔬菜，仙女不能变成各种蔬菜，仙女就是仙女，不要再说我是什么地瓜子了。衣服累了累了累了，对的，衣服累了。看看身份证，为什么要看看身份证？你好恶毒啊，你竟然要看我的身份证。你跟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看看谁闲着没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跟你说，哎，在吗？看看身份证，你看人家讨不讨厌你？身份证是每个人心里不可磨灭的痛，不知道吗？谢谢 HAMGIPAGIGIPENG。头上挂的是旗袍吗？头上怎么会挂旗袍呢？你在哪看见的？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看户口本，户口本有什么好看的？为什么要看户口本啊？第一次见面直接看，为什么要看户口本啊？看户口本干什么？户口本又没有照片，那不是都是字吗？看社保卡，我没有交社保。医院老这样干，医院干什么？为什么不卖点其他东西？不是卖了项链子和秤砣子吗？其他的我怕我卖了其他的，然后你们讨厌我，我怕我带货了你们讨厌我，所以只敢带一带就是我平时会用到的东西。是大家如果想要我的东西，是大家如果想要我的同款的话，可以直接去车，然后不要的话就算了。什么结婚证？什么结婚证？看看驾驶证，我驾驶证拍的也很丑，驾驶证也拍的很丑。不会讨厌的，会的。你们现在就是这样说而已。而且我其实有点惰性心理，我就是有点不太愿意干那些就是感觉很累的活，卖货好像很累的。但是我也想，其实我也想就是卖卖衣服和耳环还有好吃的，如果能卖好吃的就好了，这样又可以吃好吃的。我要减肥呢，算了吧，卖好吃的我还能减得下肥吗？但是卖好吃的一定非常的开心，
卖好吃的可以一边就是打着试吃的幌子，嗯，可以吃遍所有的好吃的，然后给大家选最好吃的东西，然后推荐给大家。所以现在就是反正就是卖的我的那个窗里就是一些我自己有的东西，然后很多有的东西没有贴，就是有的他们的质量不好就没有放在上面。想看毕业证，我毕业证好像还行，但是我忘了把衣服穿上，衣服累了在这儿呢，衣服在这儿呢，累了，衣服在这儿呢，在这儿呢，不是没穿衣服，这么地好像没穿衣服一样，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做美食测评吧，那不做主页啦，那不能捡了鸡麻丢了西瓜呀，对吧？我可以小号，我现在小，哎呀，我这个周要给你们弄那个美妆的那个剪辑，我还没剪出来，但是我录好了，等我剪辑好了以后发出来。我想小号可以弄一弄那个美妆什么，但是我老懒得发，懒得录。剪一个那个美妆的，就是一分钟的视频，要好长时间呢，要好长好长时间。你鼻子好好看，我鼻子不好看，我鼻子是蒜头鼻，而且我没有鼻梁子，我没有鼻梁子。哦，谢谢这个金什么东西送的，真爱你。我鼻子不好看，我是蒜头鼻，然后我是打的鼻影。眼线咋画的？眼线是，你看我的眼线中间是分层的，你发现了吗？前面是用的眼线胶笔，棕色的眼线胶笔，然后眼尾是用的眼线液笔。今天画的不是很好，你可以等哪天我看画的很好的时候你再参考啊。今天画的不是很好，今天画的有点形状有点潦草了。我有驾驶证啊，我会开车啊，但是我自动挡那个我手动挡的开不明白，自动挡呢我可以开。你是小呆瓜，你才是小呆瓜，你才是男的，我是女的，盲蒜头，打你哦。化妆对皮肤有伤害吗？当然是有的，但是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它有伤害你就不弄了吧，就是反正而且你就很多吃的调料啊什么对人体也是有伤害的呀，你不能说你就不吃了吧，对吧？你只要就是比如说卸妆什么的你好好护理护肤就是可以的。而且皮肤这个其实遗传占很大因素的，有的可能父母长痘痘，然后你可能就会长痘痘，然后父母可能什么干皮或者毛孔粗大什么的之类的，你后来可能会也会有这个问题。父母就是如果比较白，然后皮肤如果特别好的话，你要是遗传到了，可能你的皮肤就非常的细腻。这个其实也没有办法，这个有的时候还是看基因的。你个大男的化什么妆？男的就不能化妆了吗？不要有这种想法，男生也可以化妆的。有灰指甲吗？我没有灰指甲。你要看素颜，我就给你看素颜。Who are you？ 原来真的有人生在罗马，当然有啦。但是大家要平常心看待这个事情，知道吗？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富裕的家庭，我跟你们讲我以前的悲惨经历吧，你们想听吧？因为我其实我家不穷，但是我家长我家里人都是比较节省的那种，也不算不上比较节省，就是不想听算。哼，我没有地位。哼，你看有时候想的好，那我就给你们讲哈，就是我家里人就是不会给我买太好的东西，虽然就是就是我要钱的话，然后我爸妈也给，但是怎么说，就比如说旅游这种东西，我从小是没有去旅游过的，但是我爸会开着车带我去钓鱼，就是有这种家庭活动，
但是旅游这种，就比如花钱比较多的这种，我是没有去过的。我从小没有去去哪里旅过游，我从小就一直待在我的家乡，待在威海。然后我用的东西也都不是那种特别好的那种，穿的衣服，我们那时候我家在威海嘛，那时候有一个地方就是那种卖衣服啊、卖鞋子什么都很便宜的那种。然后那时候上学还流行那个鞋子，新百伦的鞋子，就那个有个字母 N 的那个鞋子。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牌子，然后我还去买看那个鞋好看，结果买了个30-40块钱买了个假的，然后结果他那个后边应该不是 New Balance 嘛，结果他后面写了个 Sport， 就一样的鞋子，他那个后面的鞋标写了个 Sport。后来我知道这件事了以后，我就非常的尴尬，我当时不知道这个牌子，我就非常的尴尬，他那个鞋子后边给我标了个 Sport， 我就非常的尴尬。然后那时候还流行什么那个 The North Face 那个牌子的衣服，知道吧？然后我还因为就是反正我就是从小不怎么用什么就名牌东西什么好东西，然后我还因为这个被同学嘲笑过，就是被同学嘲笑过，就说我穿地摊货呀什么东西的，就是被嘲笑过。然后后来为什么惨呢？后来就是被我妈妈知道了以后，我妈妈就非常生气，然后去我们那个地方的百货大楼去我买了一双600多的运动鞋，当时觉得好贵好贵啊，因为之前穿的鞋子都是100左右，不到100的鞋子，然后我妈突然给我买了个600多的鞋子，我就觉得好贵好贵，然后好心疼，然后就好生气，反正就很悲惨。然后这件事是我特别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所以现在就是现在就是我之前不是想给你们录那个平价包包的那个视频嘛，然后我也想跟你们说一下那些现在就是女孩背的包，它有的地方就是它那个标啊，或者是那些什么标志性的一些什么徽章啊什么东西，它有的时候会仿大牌，我就想到时候出视频的时候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因为不想你们就是莫名其妙的踏入一些麻烦的事情，就是跟你们说一下，你们能知道这个东西，你想避开的话就避开，不想避开的话就拉倒，但是就是也不要就是平白无故的受委屈。反正那时候就那时候是第一次对这个就是什么名牌啊什么东西的有个不好的印象吧。然后后来就是后来买好给自己买好的东西，也就是这一年的事情吧，也就是这一年才舍得给自己买好的。现在穿什么鞋？现在穿的也都是我只买了一双好鞋，一双那个奢侈品的鞋子，然后其他的都是什么高跟鞋一般都是那种在网上买的，就是100-200啊200-300的那种鞋，穿高跟鞋比较多，也没有买特别好的高跟鞋，不嘎实，现在还没有嘎实，等以后要生活好了可能给自己买双好的高跟鞋。现在有只有一双运动鞋是比较好的，鸿星尔克没有买，鸿星尔克不都缺货吗？买什么？怎么买呀、啊？不都缺货吗？脚多大？我高跟鞋穿36的，然后运动鞋穿37或者37.5的。华伦天奴不太适合我，华伦天奴那个是尖尖头，我穿尖尖头的鞋子会显得像我小鸡腿，因为我腿上有那个肌肉，穿上鞋会显得像小鸡腿。可以给你讲化学作业吗？不可以，自己作业自己去钻研去。戴牙套吗？对的，我戴的牙套。不敢是威海话呀，就是不舍得。现在不是没有钱，可以买得起，但是不舍得花那么多钱买。等以后生活好了，要是钱多一点了，可能就舍得了。我现在还要还房贷呢，马上就要还房贷了，每个月要还5000多的房贷。我不是什么假唱呀，视频是对口型的，因为可以让你的视听性变得更好，先录音频音质会比较清楚，然后再录视频，这样就是唱的歌的表情也比较好，然后音频的质量也比较好，这样你们看着也比较赏心悦目，对吧？
贵人鸟，贵人鸟的衣服前两天我还看挺好看的嘞。你才是五的脚，咱俩差了十个号呢。谢谢阿西亚送的奖杯。马路杀手，我才不是马路杀手，我开自动挡的车很溜的，我都开过高速的。看不起谁呢？我开过高速的，我上过高速的，但是遇到那个大货车我还是很害怕，但是我上过高速的。谢谢阿西亚送的奖杯，谢谢阿西亚。这脸是三七码什么什么东西？五十五码，你这是离谱了！五十五码是什么？五十五码那，五十五码那叫鞋吗？那是船，大船，知道吗？五十五码，你看五十五码过分了，你看人家路人都看不过去了。你才五十五的脚。没有，之前我一般是回家的时候才开车，一般回家的时候开我爸的车。然后之前有那种记不住嘛，然后上车之前，就比如说我回家待一段时间，然后回家的第一次开车的时候，然后就会问我爸，哎，那个刹车和油门哪个是哪个来着？然后我爸就这么看着我，你这样的开车我怎么感觉是不是我也不能坐呀？然后就这么看我，然后我就去百度查，他不告诉我就去百度查。最近在追什么剧？在追新京什么跳的同居什么的，在追那个。他没有告诉我，我自己去百度那个什么的，百度查的。我是山东威海的，高雅先生还想听。A B and C D E F G， 送你张我的 EP， 说好 Don't love me。说好 Don't love me， 挡不住人格魅力你。哦，挡不住人格魅力你，别想这个问题，别担心。还得是我呀，我还是能想起来，我就给从头唱一下。A B and C D E F G， 送你张我的 EP， 说好 Don't love me， 挡不住人格魅力你，别想这个问题，别担心。忘词是什么？不存在的，怎么可能忘词呢？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地包天，我只有唱歌的时候唱着唱着会这样，不是地包天哈。又膨胀啊，这是。哪膨胀啊，这不是就是正常发挥，正常发挥。尿床怎么了？我尿床怎么了？我尿床怎么了？你们小时候不尿床吗？我会唱那个。哦，你个小垃圾，你玩不起，你没有实力呀。自信了，自信了。说山东话，山东话要有语境才能说呀。要不现在就是说的话会吐的。这个发际线怎么了？发际线离家出走了。发际线和我的眉毛有点不合，他就想和我的眉毛分开，就越开越大。但我不尿床，我不尿床，我睡觉流口水。什么能解决睡觉流口水的问题？可能是因为我的枕头有点高，我喜欢睡高枕头。我睡那个矮枕头，我就好像睡在平地上一样。我喜欢睡矮枕头，我喜欢睡谢九黎，我喜欢睡矮枕头和软床。我喜欢巨软的床，就算睡得腰疼我也要睡软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一般回家的时候住在我奶奶家，我奶奶家我的那个房间是一个炕，是一个楼房，就是你们懂那种楼房，然后它有个小房间，它就装的那种跟榻榻米一样的那种，但是不铺垫子，只铺那种褥子，
但铺褥子跟床垫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结果就是每次回家的时候，我一定要睡的我的胯骨和我的腚，就是反正就是很疼，就是巨硬无比，那个床简直了。然后我睡觉，后来睡觉的时候要在腰底下垫个枕头睡。我喜欢软床，高枕头和软床。可能是因为那个枕头太高，然后睡觉的时候就会脸就会变成这样，脸变成这样，嘴不就张开了吗？张开了以后，口水就会顺着嘴，可能就会流出来。我是这么估计的，所以我就尽量仰着头睡。但是仰着头睡睡着不舒服，我喜欢把自己蜷成一个球睡，蜷成一个球，或者是腿起成这样的姿势睡，要么这样睡，要么这样睡，懂我意思吗？我要么就这样睡，要么这样睡，很形象，可以说是很形象了，很形象。嗯，下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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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袋鼠摇手，袋鼠摇手，仰头不漱口了吗？他就是。它就可能张嘴了以后，它就会分泌唾液，可能会流出来。张嘴可能它就不会了。奇形怪状，没有同款吗？没有这样睡觉的吗？没有这样睡觉的，这样睡觉的，那你们都怎么？你们都这么睡？你们怎么睡？主播是女的，还是你们这么睡？是这么睡吗？这么睡？是有同款对吧？这样睡就非常舒服，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这个腿抬上来就非常的舒服。现在就是这样子的，没有这样睡的吧？没有翘，别不过来，没有翘二郎腿睡的吧？蜷着睡不累吗？蜷着睡不累，蜷着睡非常的有安全感。蜷着睡非常有安全感，平躺着睡没有安全感，这么睡没有安全感，这么睡就感觉。这个感觉肚子空空的，就想这么勾勾着睡。我一般坐着也喜欢把腿这么放上来，但只不过跟你们说话的时候，如果这样把腿这样放上来的话，说话会肚子会不舒服。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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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晚安。今天周几啊？今天周二，我们周四再见吧。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周四我可能要出去录歌。一会儿我要商量一下，我要跟我的运营商量一下。对，侧着睡比较有安全感。走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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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祝我生日快乐，谢谢大家。今天这次是我和你们一起度过的第一个生日，希望以后每个生日，懂我意思吧？好啦，我要走了，拜拜。拜拜拜拜，晚安晚安，再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